极乐世界，幸福国土，尽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大宝法王月悟教缘集》。空性，空性是非常微妙、难解难行的。如果对空性能升起决定的境界，那一定可以体会到空性不离开因果，也就是相信由因果而显出空性。因此，对于因果取舍、断恶行善，一定会格外注意，比一般人更为谨慎。因为一切法的根本就是相信因果，努力行善断恶是学佛最要紧的事。听闻与思维，如果什么都不懂就去进行禅修，会有成为痴修或痴法的危险。如果一开始没有好好听闻与思维修持的意义，怎么可能开始修持呢？不知修持的结果与方法，是口头上说我在修持，我在禅修，这很可能会成为一头二狮子。意思是世间上不存在而佛法上也不存在的东西，名称听起来好像很雄壮威武，但其实什么都不是。审视，人们总是考虑着自己的幸福安乐，所以
我们无法了解他人给的建议是真的为我们着想，还是为了他们自己。有时候你以为有人要来帮你，但事实上他们别有所图，而有些人可能充满了助人的热忱，但却没有提出有智慧的好建议。因此衡量一下，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并审视自己的状况，不完全依赖他人的建议。若能这样做，至少自己不会后悔。善心，当然恶人也有走运的时候，但我们立志要做善行的人，就要更努力更发奋，才能当个好人。应尽量的升起勇气志向，无论做的是什么，都要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好人。若能带着发愿做个好人的志向与热忱勇往直前去做，心里便再不觉得苦了。实际帮助不仅是存有希望众生离苦得乐的慈悲心而已，而且是实际帮助众生离开痛苦得到快乐，透过身体语言及实际的行动和众生结缘。从新的角度来看，祈愿
有好几个不同的解释，但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，祈愿是深切地期望带给他人喜悦和安乐，同时也深切地期望自己的善业增长，并将此善业回向一切众生，都获得喜悦和安乐。这种深切期望的梦，就是祈愿。易怒其实反映出我们内心的不安和恐惧，你害怕见不到不喜欢的人，你讨厌听到他们的名字，你恐惧他们可能会伤害你，因此用嗔恨厌烦来保卫自己。这么多不同的事情，让自己不停忙碌，而事情也总是在改变，因此这真的不容易。放轻松，只有放松以保持平静，才能创造出和平。不需要太复杂，简单一点，放轻松就好了。
亲近大宝法王。亲近大宝法王的概念是什么呢？我们修行人所说的亲近，是指我们的心与法王的心相应，这就是亲近。不是说我们在法王面前与法王讲话、握手等接触到法王的色身就是亲近，也不是说我们见了法王多少次，或者是他常给我们摸顶就是亲近。我们对法王要有正确的信心，法王的悲心是没有偏移的，永远像太阳一样照着一切众生。有些人在听闻了一些关于大圆满的法教后，虽然修行经验尚未达到那样的程度，却自以为是大圆满的人啊，连说话语调、身体姿势都不一样了。事实上，若修行的经验还跟不上那个程度，但又自以为是的话，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，被陷在迷惑的傲慢当中而不自知。
小神通月，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亿兆倍，法华功德妙难思，十方诸佛所称赞。若读若诵若解说，能入涅槃解脱道。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恭诵妙法莲华经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，日期11月9日到11月11日，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，0398986866，0398986686，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慈悲置业花莲中心起建药师法会，恭请常住法师领众，日期11月12日到11月14日，12到13日，恭诵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。14日，礼拜药师宝忏。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83116730383116730，0383116730。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佛陀时代，有位婆罗门国王名叫多卫胁，平日信奉96种外道。一天，国王忽蒙善心，欲行大布施，于是依照婆罗门教的规定，将其积聚如山的奇珍异宝布施给需要帮助的人。若有人来求助，便请他自取一撮珍宝而去。奇怪的是，国王如此布施了数日，珍宝一点儿都没有减少。佛陀知道国王宿世积福，度化因缘成熟，于是变化成外道修行者前往该国。国王知道有行者远来，便出来接见，寒暄作礼后，国王问：你来此地有何请求吗？可以直说，不用客气。行者回答：我从很远的地方来，想跟国王化缘珍宝，建造屋宅。国王听了，告诉行者：没问题，你就自取一撮珍宝吧。行者取了一撮珍宝，走了7步，又将珠宝放回原处。国王疑惑地问他：诶，你为何要放回去呢？行者回答：这撮珍宝变卖后，只够我建盖房舍而已啊，日后要再娶妻就不够用了，所以不如不娶。国王一听说：这还不简单，那你就取3撮珍宝吧。于是行者取了3撮珍宝，走了7步后，还是回头将珠宝放回原处。国王又问他：诶，怪了，你为什么又不要了呢？行者回答：这3撮珍宝只够我娶妻，没有剩余的钱可以购买田地、奴婢、牛马，既然无法满足我的欲望，还不如放下。于是国王又应允他取7撮珍宝，行者走了7步，还是又退还回去。国王再度询问原因，行者回答：我娶妻后还会生儿育女啊，子女从出生到嫁娶，一切所需难可计量，所以我决定还是不要了吧。国王听了，大方地说：不要担心，我将所有的珍宝都布施给你，你就不需再为将来烦忧了。行者原本已要接受国王的供养，但想了想，还是拒绝国王的好意，准备告辞。
国王疑惑地问：哎，你为何还是不接受我的供养呢？行者说：本来我是想要祈取珍宝，好令生活充裕无缺啊。但我深入思维，却发现人生苦短，万物无常，若是追逐财物，贪求五欲，忘记未来，只是徒增忧苦，一日只比一日更加烦恼而已，还不如放下这些贪欲，精进修行，勤求佛道。所以我决定再也不需要任何珍宝了。国王听了行者的话，心开意解，也愿意皈依佛教。于是佛陀恢复本貌，腾身虚空，现光明身相，为国王说了一首偈语：虽得积珍宝，崇高至于天，如是满世间，不如见道基。不善相如善，爱如似不爱，以苦为乐相，狂夫为所厌。国王与大臣见到佛陀如此端严的光明瑞相，又听闻佛陀微妙的开示，法喜非常，纷纷求受五戒，当下即证须陀洹果。典故摘自《法句譬喻经》卷三。八大人觉经云：心无厌足，唯得多求，增长罪恶。菩萨不尔，常念知足，安贫守道，唯慧事业。行者当了达世间无常，四大苦空，五因无我，假合之身终归变灭。若执妄以为实有，究竟不得自在。唯有少欲知足，是得自信珍宝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自在。